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就是男孩啊，有没有那种戴头盔的那个阶段？我小时候也有，就是有了头盔之后，就戴了好久。但是儿子在下面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戴头盔的年纪比官宣要小很多。官宣很不成熟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们来商场好像更多都是来体育用品店，体育服饰、鞋子。怎么样吗？就有点压轴面。其他都还行，挺好看的。阿迪达斯总是有点爱不起来。压脚面，你又干啥呀，儿子？我今天本命年，好不容易十二年一次本命年。你就想要这种不压的，然后又是板鞋的，是吗？不压，真不压。得劲儿吗？关键它好走吗？这个谢谢。白的不行是吧？都是差班马，他们都是差班马。但是我感觉这种脚好像都像孩子，就北京儿似的。走走走。而且这有点大，有点大，但是还有点紧。我那估计都下线了吧。哎，这个包挺好看。新的吧？这是二啊。二啊？那是三。哦，这个价格一样啊。这条啊。还可以，非要给自己整一身红，好看吗？你觉得？我还是想让他买一双我喜欢的鞋。他挑的什么玩意儿？这鞋走老路，哎。脚冷不冷啊？有点。戴上头盔就不冷了吧？脚？你能不能？家没来过哈，其实买东西是苦，吃东西才是主要。我就着急想赶快买完想出来。是因为这个锅是泥锅，所以叫泥锅麻辣串是吧？串串香啊，串串香。我想说什么呢？就是如果是我俩出来的话，一定会只点麻辣锅。对。现在小关还吃不了辣，都给你记录下来，等我们老了。他们的吉祥物看起来好眼熟啊。Thank you.
签到处，签到处，吃完的签子放里面。签到。